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最近很少在玩 Overheat， 但不过最近听说又推出了一个日本电子歌姬初音未来与 Overheat 的联名合作活动。虽然初音未来在全球以他的好几百首歌风靡了全球，然后又很受欢迎。然后他最近出现在这个游戏里面之后，我想初音你一定很兴奋又很期待。可是只是觉得说，他在这个游戏的这个画风，有点跟着我上面大家一般玩的那个街机的初音的那个脸上画风有点不同。然后你看，现在在这个游戏风里面比个耶，然后又边唱边跳，仍然是活泼的模样。咱不多说。那我们就进去探索一下它的有关的游戏关卡跟活动的一些东西吧。好，那就先不管其他的，我们就直接进去那个初音的活动关卡吧。虽然前面的那个简单模式我已经玩过，但是我目前跳到的是 Hard 模式，然后 Heal 模式应该算是最难的，所以我暂时不打算玩 Heal。我们暂时先以 Hard 为主。想要选什么好呢？那我就选那个布罗沙姆好了，他是在那个游戏的预告里面最大的亮点。決着の時だ。僕のとっておきを見せてやる。いけ！ああ、だる。めんどくさ。招くは煉獄の使者。消えろ！全員生きているか？OK， 我们就直接进行下一个战斗。我就先选脸好了。このソフィアお姉ちゃんに任せなさい。いつでも準備 OK だよ。はい。私はソフィア様の敵を絶対に許さない。哀れで。はっ。消え失
しなさい。の、え、ひる、わあ、うらん。ド派手に行くぞ。みんなは自己責任じゃ。这边这个其实有个多难，因为它只是活动，他才会把它刻意设那么简单。ここまでやれ。面倒だね。攻撃開始。決めるぞ。大地を先に投げ払え。ボルティックセイバー。あかんて。どうしてもわしの魔法の餌食になりたいようじゃな。おっと出番や。そりゃ。そりゃ。啊！其实他这个关卡内的背景都跟那个主线没有什么两样，因为都是截取某一些部分的背景作为战斗的背景罢了。わしらの勝ちじゃな。虽然我还没有用到战西配，但我想说，我很好奇他的技能是有多，是有能都能够到多少程度，那就要用用看吧。素早く終わらせるぞ。異界の氷よ、万物を受け付かせよ。攻撃開始。ここまでだ。出直しだ。面倒だね。せや、見せやろう。アンボルタ、見えなき攻撃を。了解。消却だ。はい。決めるぞ。大地を先投げ払え。ボルティックセイバー。の、で。僕らの実力を甘く見るなよ。手払いはしてやる。これで決める。打ちかませ。ダメージ、はい、いった。私の出番だね。これで終わりだ。ひどいよ。私差一点就小命不保了。OK， 他虽然还没有培养得很熟练，就是暂时可以不动，但还要再多磨练他的培养他的技能。我想要换一点别的角色。那就换这个好了。このソフィアお姉ちゃんに任せなさい。
だよ。うちを舐めたら痛い目見るで。決着の時だ。この一撃で。いけ！子供は焼却だ。やあ、これで終わりだ。僕のとっておきを見せてやる。これで決める。ぶちかませ。いけ。じゃあな、うちの本気見ときや。这招还挺爽快。これでラスト、安心しろ。わしが何とかしてやろう。舐めとったらあかんで。これで。あの世で誇るがいい。俺を本気にさせたことだ。つまらん戦いだってな。OK， 这种小怪，嗯，也是布罗沙姆。好，找一个合适的角色来对应他一下吧。那就用这个，也是雷卡。このソフィアお姉ちゃんに任せなさい。いつでも準備 OK だよ。わしの前に立ちふさがると、生意気な奴らじゃの。変幻せし、表現の海ば、ぶらいに来るっぺろ。あーだる。雷卡技能到那个比较难接，我再使用出来。雑魚の相手は俺以外でもやれるよな。もう一踏ん張りするか。上げていく。アクセルブースト。路灯强化技能通通准备好。姫様の邪魔する奴はうちが相手したる。覚悟し。諦めなし。頑張ろう。ダメージ。損害は私。ロス。すごいよ。集中。次行くね。オーカ。三ゲージ。損害。ダメージ私。ロス。はいよ。やっと。はい、ジョーマーク。Oh my god。冲击！这些觉悟吧！哦，千钧吧！哦 ，My God！ 马皮翁跟艾许，你们都没事吧？我把这五关都打完了，那就去活动的部分吧。那我就先把，在之前我先把这走一走。一共是拿了30个次元石，好，我就去前往活动部分。那就来试试自己的手气。我觉得抽一次张有点太耗眼力，那我就用那个抽20张
三星充券的那个票根。哦，亚伦8080个精华，再来下一个，干脆把那些把它用完。初音的大葱，不知为何要种什么原始答案，哈，不重要啊。哦，通常都是这个。哦，红之灵药，看能抽多少就能算多少。飞亚力，哎，太赞了，刚好可以把那个所有的那个一些英雄的那个级别全部都升级。继续抽，继续抽。他除了有初音大葱之外，他也有他的那个专属的服装。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未来礼包，可安装在电脑中进行作曲编曲。大葱是用外卖的，哼，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接抽，接抽。剩下一张票券了，那就先用到这边吧。那我看看额外转带额外奖励活动是什么。哦，他这个条件也是蛮高的，那我暂时不打算。那么以上这边的活动关卡部分就介绍到这里为止。就先这样，拜拜。